了，脑不好吗？这直播太糟糕了。哦，这时候红红选了马儿进山的走板，这比较少见。一般的话是卒七进一，从兵过去。对，还有车一进一。对，这两种走法比较主流，马儿进山比较少见。那我觉得应该是有备而来，而且我印嗯，象中对。陈特战应该平时走府邸炮会比较少，他是那种都内力的那种骑手。你们可以这个预测一下这盘棋结果如何啊？因为我们队的话，这个七位七这个擂台赛已经是被陈信英特战连啊，下对，两城了，因为我我们们。俩被双杀了，已经。两个被双杀的棋手在这儿讲棋，哎，懒羊羊来了，啊，好。赌豆豆，我怕我这个一挪我又回不去了，我现在这个电脑画面我动都不敢动，太难了。和棋的话是要加赛的，是一定是会分出胜负的。谢谢郑成洲的奖杯。小帅哥刚来比较腼腆，你们把场子热起来，小帅哥话就多起来了。成功，感谢蓝亚的魔法书，蓝走来了。你们看好谁嘛？我们已经是被连杀连杯，成都队已经是连输两个了。现在轮到红旗走，红旗的走什么？满分竞赛是十八进四，兵五进一，有精英应该不会。那应该就跳马和转车吗？我感觉马三进是人家拱将，那也没什么好位置。踩中兵的话，也是一种选择吧。嗯。现在红方的这个速度还放慢了，谢谢云外天的小星星。有人叫你过完来打撸啊撸，哪里？我咋没看到？啊，打游戏大家都知道吗？德云社。小许娇娇婷婷足够了，你教教我。我们两个手下败将在这里面，我们两个被互相安慰。陈信英特战双杀了，现在是我们队的张潘伟上场，看能不能为成都队拿下一城吧。这个棋的话，车八进四，可能就要靠平移对车，然后躲开的话，感觉有点不甘心。那走什么呢？应该也就这两个词，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嗯，红旗现在进入了一个小长考的状态，因为这个时间也是比较紧，30分钟加10秒吧，每一步，对吧？30分钟加15秒，15秒，对，时间比较宽松，我想一下，你说时间比较宽松，那你这话说的，上一次你是超时速的，这话好像不太好。又是光速打脸的说法了。感谢王老妈的奖时杯，间不太宽松，得看一下。太宽松了，所以这就是你超时的理由吗？拘马兵超时给拘兵。嗯，如果和了的话是要加赛的，对，和了就加赛快棋，肯定是要分出胜负的。我俩说相声，我俩比较有缘，就是上一次在深圳被双杀了嘛，然后这次回成都，我们主场，我们两个来讲棋。感谢红苹果的小星星。红旗是赵攀伟，红旗是赵攀伟。来呀，让你挥挥手。
那英要让你挥手，好乖哟、哦！你们可以任意支配小许，叫他支配我。看英要挥挥手，你就这样了。有奖金，三连胜是不是就有奖金？啊，对，三连胜有。对，然后还有胜利的队伍。哦。那陈幸云特大已经是两连胜了，假如说这盘又赢，就是三连胜，有个三连胜奖。那我们作为这个成都队的队员是吧？肯定是也是希望成都队的队友能够争取下一城啊，不然被三连杀还是有点惨烈的。看一下这个红星怎么下的？你们看棋好吧，聊聊棋啊。帮红旗想想办法呀，红旗现在想到了只剩25分钟了，这个时间要一上来后续就会比较紧张了。这开局估计是没有黑方准备那么充分。这个人好懂啊，这西城木。嗯，就是为了制止了。西城木可能说的有点道理。跳马就拱掉，然后踩成兵吧。队员还有总共有7位嘛，然后我们队的擂主是郑维彤特级大师，就是说一路攻，要是把擂主攻下的话就结束了，是这么一个赛制。红太这样说，老王在旁边会不会打我呀？这有个那个王叔叔的小助理，就是第一人的。但他说他喜欢我。马三进4上了，哦，走马四进6，没有踩中兵啊，他跳进来了，跳上了。跳上他会不会选择对狙？他2平1吗？不对的话，是不是踩了要被牵住了？不舒服。不动他就肯定踩掉局外经验。压过去还是对狙啊？对，就是。就这两个选择吧。但压过去，他是不是有个炮进5的手段？啊，就被马六进7又踩狙得死。这是第一盘啊，这一轮的赛制的第一盘啊。有血性是不是开始亮剑了？对，希望这盘棋能够搏杀起来吧。现在红方的马已经是冲向对面的河口了。那对狙对了，踩了。打中兵不是，没有血啃手指头，就是我习惯性这样子托腮思考了，然后大家老说我啃手指头，是问我是不是跟王特学的文艺。讲棋，小许说好的我划水，你讲棋吗？这棋。是比较复杂。你说了个寂寞，大家都知道比较复杂。你说了个寂寞。对局吧，抛个心思，感觉抛个心思有点不太好笑。好，对局。小许说黑方这步棋对局，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？因为你不对的话，马六进7的话，这个车炮就被拉住了。你对局有没有风险？应该不会有风险。对局他应该就对掉踩回来，那有点对我就有点不甘心了。那不甘心，你说进炮也不好，那走什么呢？走三进一是不是就说踩了车八进六？车八进六。对，你这个车炮被拉住，你甘心吗？进炮的话，小许说了有炮进5，你不认真听课呀，红苹果。哦，觉得马八进六，没有你，就让你拿住。
还是还原一下泡进我这个词。嗯。对，泡进我这个词的内容。他腼腆的小男生最可爱了。姐姐，声音不大吗？姐姐，那个小姐姐在撩你，你不给点回应吗？好嗨哦！踩掉，打过来，哦，直接巨霸精灵。直接去把精灵，直接去把电脑号对局，士兵他需要将他打出。嗯，还要抛弃自己打的棋。对。所以我感觉走一步，然后我们在对面的角度就不知道走什么，然后对面又走一步，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又不知道走什么。那、我们两个手下败将呀，我们在下面磨蹭一下他们的想法。不敢乱揣测，我们两个是手下败将，是黑方的手下败将。你有一点比小许强，什么呀？你是海王小许不是吗？今晚没有第二场，都是一天一场。然后，哎，我们队的这个出场是可以公布的吧？还是？我也不太清楚这个。啊，那没关系。可能第三个是刀锋尾，第四个应该还没确定吧。但，深圳这边是第一个是陈新林陈特打。第二个是张斌张大师，这个是可以公布的啊，因为他赛了，对我们也是这两个对阵。对，就深圳队那个来了两位这个棋手，一个是陈信林特的，一个是张斌大师。张斌大师他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吧？那个联赛的时候，对吧？你们都懂，都看到了吗？就讨论的比较多。主要赵峰伟还是有点怕中飞刀，比较谨慎啊。对，他平时走棋速度应该算比较快的吧，反应很快。比赛的话压力比较大。对方开局选了一个马二进三的变化，他可能意识到是有准备的，出来进四，准备稳一点。我感觉陈信林特大这开局很会摆，上次跟我走的也是一路。不是非常大众，但是还不错的变化，我就不太懂。这盘感觉也是这样，卒七进车进两个棋都没走。这一场就两个，然后因为这个比赛的话是到12月嘛，有7个场次，对，不着急的，慢慢下了。是这个要泡卡是吧？这个不是这样子的，说成都队比较自负，只带两个队员去深圳，搞得第三天没比赛。这个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规则就是这样。规则是一个队带两个人。对对对，一场就都是出两个这样子的赛制。对方这个棋感觉就有平八，先抓一下炮，然后红方可能泡平四。在巨蛙进士抓马，一下换的。先把车抬上去，感觉比较好，感觉这棋弄已经不错了。对，他们是第二位是张斌大师。上次比较咋说呢，那个。啥也不说了，出鸡鸡。不是联赛，是深圳对成都的擂台赛。
就是这本场次的第一盘棋，然后如果这一盘双方打平的话，就是加赛快棋这样。小赵脸下两声，百分百，借你吉言吧。但不，这个不好下呀。前哥呢还是很猛的。很猛的，猛的确实很猛的。我们两个就只能在这里吹一吹。哎，不擅长干吹，上去就是一盘菜。对，这一场在成都。我们居个平帮，人家居八请三的话，就主三进一，换嘛。就比你踩掉。哇，这么妙嘛，就居九平八，居八平三，子三进一。嗯，好棋。那他这步居九平八这步必抢的先手，对，考虑为什么考虑这么久呢？是有什么顾忌吗？那不是太正常。哦，直接主上进一。那比人家踩掉，好过了。他为什么不先走个居九平八呀？嗯。不清楚，或者怕人家八号平三，应该也不会吧？八号平三就打到踩到进车，对呀、啊，他打的那个嘛，也没事。嗯，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，就平八这个棋没有走啊，估计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。对，旁边的是喜文章啊，也是我们队的。今年的联赛的主力运动员，男子联赛，这很快就不用想了，只能踩掉，不可能马尼金斯，马尼斯马没路啊，这个棋想都不用想了，你在这说想，赵宏伟的风格也不是马尼金斯了，你在这说想都不要想，你上去了之后走什么你都要想一下，踩掉砸过来，看红方就行。你方也不会去吃这个饼。屏蔽好。我方会不会抬一手狙一进一踩掉马炮打过来狙一进一抬一下。我方狙有平八抓炮这炮只能从边上去。嗯，下次许文章棋确实下的挺好的，就是时间上吧。唉我喝水不怕上啊，因为旁边不是有主持人在嘛，我撤了也没关系。时间20-24。啊，还真跳上去了！哎呀，疯狂打脸，疯狂打脸！刚才小许说按。照潘伟大师的风格肯定是不会走马六进四的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是这么跳上去的呀。大家可以帮我们数数一晚上要打几次脸啊。我前面说陈特大肯定不走足底炮，人家瞬间就走了，太尴尬了。没有，然后加起来肯定不止一次了。这跳吗？是碰的啥？是不是骗他马三进四啊？有个炮五进四的手段。六。不能马三进四，这棋不行，不能马三进四的。要不然就主席你滚下去，这边不给你吃掉，你走啥？主要我看这个马跳起来没有前进的方向。毒气进一。可以放想站着的话可能就出去进一。想稳一下就炮二进一打马。让你马四推三踩回去。然后再炮二平三。对局。对局。你可能狙八平四。狙八平四有个马六进七的手段不太好。那平六呢？平六就狙二进八什么的，你考虑一下。好，狙一平三。我们能中一副吗？这个
下不想麻烦你是。就你这个，我的卒就放着让你吃。你要是车吃的话，你的马就没有后退路了。车吃就马上就死了。要炮停止打马的话，就在炮停止打马。谢谢李铁军的荧光棒。合了就加赛快棋。腼腆我带的，你们带的呀，你们多发弹幕跟小喜互动啊。哦对，张方伟是红旗，陈旭明是黑旗。你才反应过来吗？啊没有，我跟他们说一下。这不是。对，因为这个设计的本来另外一个平台这个棋盘是可以翻转的，我这没法翻转。你跟他聊题，整天小姐姐，人家，哎呀，一个海王，不要带坏小朋友。对，如果红方就哪个子吃足啊，这个很关键啊。那其实这么看下来，还是刚才可能还是该踩吗？你说马六进七吗？这样的话，红方的马没有路啊。黑棋的车有平七，走得很老练嘛，很稳当。快棋是10+10，然后和了的话是5+3吧。啊，感谢年哥的魔法书。你相间马又回去了，还用锯齿。帅哥是谁？帅哥是我们队的这个队员许文章，下脚的主力队员。哦，局势的，那是不怕马三进四吗？马三进四，马三进四准备走啥呢？马斯特啊？对啊。啊，这么憋屈的？这个冲进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啊。这个马就跌到这里去了。下手炮二平三硬抬他吗？那也不行。下手是不是可以炮二平三？到时候他们跑几条顶上，也没啥意思。是不是红方在考虑撤了的？我感觉红方可能想撤了，是不是？不能吧？我觉得冲上来了还是要走，还是要步步正的。你点什么奶茶下架了？那喜茶出了一个跟那个茶颜悦色差不多的，他这次有战斗力的呀，没看出来想撤呢。这有战斗力。他想战斗啊，不管这个棋有没有。哦。
现在是黑方走。嗯。有人问刚才炮五平三，炮五平三是不是也是顶上？炮五平三也是顶上。顶上居三平四，还有中号将的棋。嗯，没有用，他走了炮五退一。对，赵发伟厉害，那可见是陈希林特大也厉害呀、啊。先放这个棋。如果这盘和的加菜的话是要换先的，嗯，这个是不是和棋黑胜吗？先换先一盘，然后一共三盘棋，啊、嗯，就一盘慢棋，一盘快棋，然后最后超快就和棋黑胜，就对，十加十，第二盘十加十，嗯，我下不下？我只能说我曾下过，我曾经下过。那我为什么现在在直播间讲棋呢？那是因为你懂得。好奇机会，好奇机会里面的居上平四，在居二进一把，我就居二平四答案一下，也不一定是好的选择，这不是下手。不懂，不懂，你再想想。张斌大师还没上场啊，对，他们的先锋都还在继续在那里战斗呢，先锋已经年轻两杆了。对对对，我喜茶嘛出了那个同款。曾经一盘和棋，不，那是因为我被淘汰了，上不了场，所以只能来讲棋。非要你们非要装不懂，让我把这实话说出来，太伤心了。是个第五个季节，说败阵。我们两个被一刀剁下来了。啊，只能在这里观摩一下。对，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。现时间两个人差不多了，黑方也上来了。居二进一啊，但感觉也没啥用。17分就18分。嗯，时间差不多了。红旗还是很想保留一下复杂变化的啊，我们队的擂主就是郑伟彤特大，就是说前面六个棋手，假如真的被都输了的话，最后他们还得是要攻倒擂主，那么整个赛程才算是结束这样子啊。还是选择炮平三，先把居入亮出来。要炮五平三的话，那他刚才就平了。炮五平三，黑方就选择破七进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要平的话，刚才不就平了吗？赢了有奖的，对，整个队赢了，奖这个奖金还是比较丰厚的。然后连胜的话也有连胜奖，还有一些很多隐形的奖励吧。要不敲上平四方吧。好啊，那个彭泰，
哪次我们出去玩，约一下你帮我做。对，目前来说六个大组都还俱在啊。5连跪，你说点好的嘛，哥，不要这样子揍吧。可以可以，什么时候安排？彭泰。红欢学姐找不到很好的方法是吗？就像平时她有抛弃频率会不会？神针队的擂主是我们的寻川老师，寻川特级大师，擂主都是非常强悍的。啊，胡方又陷入参考，感觉每步棋都在参考。压力还是大呀，毕竟我们对，两个主要毕竟也是得了一个比较不熟悉的选择。我觉得棋迷朋友应该还是比较希望看到，就是擂主还是只有出场，队员间这个厮杀起来，你赢一盘，我赢一盘，这样子赛程就会拉长，我们能看到的对局就会更多啊。如果一下子就攻到擂主，就没我们棋都看到的少了，对吧？那必须的，必须爱跟你玩。一缸油，别呀！每个队都是7个人嘛，然后六个队员，然后一位擂主这样子。能不能帮四川队打打气啊？都支持陈信林特大一缸清吗？你觉得是？啊，这朋友还是选择的比较稳健，先补个线。刘老师在深圳对吧？牛老师对，在深对，圳。在，刘老师还没上啊。对，我们队还有梦辰特大还没上场，我们队还有梦辰特大，然后杨辉大师和凛人，然后擂主郑维彤特大，这个剩余的队员是这个签。一缸清有什么意思？一缸清你们就只能看七盘棋了啊，因为缩短赛程。你要为这个大众棋迷考虑，大家还是想看棋的。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能是想换炮，然后继续平常抢个先手，怎么换炮？就马一进三换炮呗，你就去吃掉，只能去吃，你不可能炮打，去吃然后换掉，继续平常抢个先手，你是可能刷好一点。黑棋的话，如果不让他换炮，炮击尽量顶上去，顶上去的话就算平次方嘛。那么就进去保住，这样子呢？咱们炮就交顶上去了，不让他放。这是30加15的，30加15算快棋还是慢棋吗？炮平三你也没有后续啊，人家炮平炮三，他就不灵，有根的，对那就走到马六进八。
橘心，准备这样子决定出来。四皇，还是讲平衡出子，保留变化吧。算了，下来。抓马就是人马6进8跳上去，他也不敢换，其实那个炮品会打呀。抓马把炮打出来，这棋可能就漫长了一点。时间也差不多，双方互在河口顶住。这是深圳对成都的擂台赛的第二站，成都站。桌子为什么晃？不是我们这边在晃，是现场的这个。这种棋就很考验后半盘的功底了吧？慢慢想。深圳队有谁？小许介绍一下深圳队有谁？就第一位陈特大嘛，第二位张斌张大师，然后还有刘大华刘老师，王海宁王大师，李少根李大师，这是三位，5个，五个啊，还有一个是刘刘明，明，对，刘大师，还有那组许云川许特大。我什么时候上场？我1个月前上场吧。我们俩都是一个月前。笑出声，非常无奈。这个马有进八了，先把马跳上去，逼他车平时拿出来，车平时会不会有作弊？这马就进八了，马进八，换掉打洞。这个许文章故意输，要跟梁在一起讲棋。对，你们就为我帮我们把输棋这个理由想的挺好，再多帮我们想几个，到时候教练给教练说，教练就不怪我们技术上的原因。9二进7，老子要熄火了。9二进7，他要车平时抓马。懒羊羊是不是开软件分析的吗？有没有棋友在直播间开软件了的？这个棋。9二进7有这么厉害吗？应该没吧。要踩象砝码吗？G1平4黑野马，马3进5，这近期有什么手段吗？要踩象啊！啊？他说 G1平4也马3进5，飞了打吃了吃，就把马弃了，把中象吃了。哦，是不是有个炮3进1的手段？哦，对，他不敢躲炮的，什么炮3进1啊？就抓马吗？踩，直接踩吗？各种马都停了。对呀，他说直接踩就打了吃了，你吃马我吃你弃象，马了吗？哦，很凶吗？弃哇，马，
骑马的吗？这么高？有这么凶残吗？就要进七啊，这青青很凶啊，要踩下了。铁象飞掉，居平四了。嗯。这你，这象也跑不掉呀。这象也只能给他踩啊，然后踩也只能给他踩着。所以打了吃马，我吃中下。感觉不太好，没这么凶残。你感觉没这么凶残我吗？觉得没那么凶残，他以后马已经也是有杀的。懒羊说两句就走了，行了，这是来恐吓我的。这一匹是马是啊，哦，马跳六白进，腰马，不跳马六进吧，马六他进四。啊，车三品四才哦，之后吃了有个炮兜底，车一品四先走马六进四，那肯定抓一下呗，抓一下，然后他就把腿抬起来，抬起来踩中下。反正这先手是没用。但有人说先手要输过，这已经不是。先手有没有的问题了？选手这些输还早呢，然后看着阵型也还行啊，对啊，输还早呢。多少分啊？有没有软件远程指导一下的？软老师，求助软老师。求 两个失败者求助阮老师。好的，再看什么有棋？这350、250的，有这么恐怖？我很恐怖。5-2进嘛，这局，大家应该都是经过分析的，用软件。我车一平赛更亏吗？亏300多了啊！看不出来呀、踩中下这步棋这么厉害呀、是车一平四亏更多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要车一平四嘛。感觉应该车一平是先拿出来的。红什么时候马儿经验？炮打着呢。我说可能是在想车上平四，车上平四有一个炮平三的时候，那黑方直接踩中线了。嗯，居然平四直接踩，吃相是个杀哎，最后。还有9分钟。横方没有掉线，横方在思考。这个黑方的根刺很猛烈，局出平不四，了局。第一感觉还是局平四，因为整个居一进一就为了居一平四。但是没有就是注意到黑方的车二进七会非常的，这步棋非常严厉吗？马六进四，先跑。马六进四走到红方的中象怎么处理？处理不了的呀，这肯定处理不了的呀。你总不能下五进七吧？好像已经白嗯，吃了，不行，对呀。打不掉这个局。那马六进四真的下五进七了？你弃掉打中兵，一将回向打你，是不是死了你？
那感觉就不太对，像我今天就是说这个拉伸太飘了吧，对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下午进去这样子解决这个问题有点飘。他都九二进七了，肯定就马六进四了。他是在考虑直接踩吗？还是在想马六进八就跟九二进七对不起，不太配合，因为九二进七就是为了踩中下。那估计就马六进四了。你马六进八的话就踩不了中下。嗯。就这两步棋比较南辕北辙了。那估计要走马六进四了，对不起。估计就是在考虑直接踩还是蛮有意思。感谢东山伟的荧光棒。那我觉得陈心凌他应该会稳着来吧。马六进四，胡方这个难题还是难以解决，先跳一下先跑。他在想马六进七吗？难道不会吧？那他在想什么？直接踩中下也不会吧？这明显就。时间没看，你再想一下。小马六进四，马二进一。那是不是马四进五？对啊，也不会马二进一。我开啥直播？可以的，不太好。你在网上粉丝无数，开直播不太好。我们两大主播学习一下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你，我上次直播你骑的时候，看见你个徐超特大没看？啊，对。我看你是马丁，他是马双兵，然后旗鼓就没了，超时了呀，超时又超时了，又超时了呀。我说你是被磨死的还是超时？不要说吧，又超时，又超时了，你不用时间很多。你今天变成日常超时党啊？跟你学的。我没有，一个快棋不凶得很吗？跟你学的。我是棋可以输，但是我一般不超时，下不过。啊，他走马六进四了。嗯，这马六进八就跟九二进七这步棋，感觉两种相合。哪个？你说马六进八的话？马六进八就跟九二进七这步棋。他进四不挺好的？没事。是啊，还是有踩中下的时候，是挺严重的。哦，马慧成来了，马慧成就是教父队的队员嘛。啊、哦，对。你哪个呀？哦，给我送上了宝贵的一分。送给你了，马慧成同学，你是不是要给小许刷点什么呀？啊。你粉丝排名138，真想我进去打局，升到前十，刷起来东山伟，刷礼物就行。我感觉是挺飘，那实在没办法，也只能做对不起。下午进去输了，打一枪再飞向打死局。对，能打死吗？哎，这期就要看清楚，看不清楚就没了。时间七对八，哎呀，这次又有点悬了哟。嗯，打局人家就要退市，又得飞回去。嗯，啊，这真要向我进去，没有办法，那纵向是没地方跑，仅此一步吗？你不飞要踩中象了，仅此一步吗？好憋屈哦。吃马的话，
应该不太敢吃了。居然除了打中队战，就是进食点上面。可能就要退四吧，就。居然退四，有人说走象棋退九。啊？不能象棋退五吗？金马一踩，战马五进四啊。象棋退九，人家居然进了六十，哦，不能转，打中队长。象棋退九。这想法，旁边是我们的像男子象甲主力队员许文章，对，2001年的，成年了吧？对，我说未成年小朋友，未成年是无法出镜于这个直播平台的，会被罚款的。打马为什么不能吃马？解释一下，就是吃马的话就怕五进五打中运将，然后不是象棋退五打死敌。对，你进三进一进二这两步棋都走不到点，其实就会被打死。所以说，应该是不能吃。需要测试，应该是这个吃。我多大？跟小许差不多大吧，已经。对，也就差不多。就差不多。所以还不是个两位数的年龄啊？就要退市吧，走吧，在想啥呢？这时间还想少吗？确认一下，这个马真的不能吃吗？有点心不甘。啊，这马是毒药啊！有毒啊。快点吃嘛，发生错觉，不能够啊！就退市呗，不是想啥呢？你就没看你个超时党，不哎，要问人家想什么。那你超时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那也想就要退二吧，那只能像这么吃。你坐上去的时候想法就会变多啊。别滚！是不是真的就要退二了？就要退打中队长不是？保守一点就退四了，那什么？现在7对4了，黑方的时间也上来了。马主是什么时候？需要车，可以走吧。吃了车被打死了呀！据说人家打中兵已经。你补哪个是人家这个马二进一的手段？这马二进一挺厉害的。你补四路士马二进一可以砍炮，你补六路士马二进一以后炮轻骑一将狙三平的绝杀，都挺猛的。那这个棋，你说如果退二的话，对，你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打中兵为什么四进五马二进一可以吃炮，就可能大家没反应过来，因为黑方就G7进4吃掉炮二进七一将，然后G4进8有一个天地炮的杀。没有，小许刚才的意思是，如果黑方现在不走G2退4。走 G2退2，红方炮五进五一将。如果走4/4进5的话，红方马二进一。下手有炮二进七啊，也有直接砍你炮的棋了。直接砍炮，你G7进4，我炮二进七一将，你G7退4，我G4进8是个绝杀。他是刚才他在算这个，
是总兵应该是不能放弃。嗯。总兵放弃，红方左侧还是攻势还是很猛烈的。嗯。如果走车退了，这个黑棋是很有顾忌的，就是说如果中兵丢了的话。这步棋想的可能有六分钟了吧，五六分钟了吧，那就不一样。对，因为黑方进入了长考，我们就试着代入一下，看看他在想哪些可能性的棋思路。啊，退四，你都说退四，那临场估计是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顾忌。我还是没看出来个想法。啊，对，退回来了。那我白下这个行吗？退了，已经退了。现在时间是7:2。有时间，黑方用的挺多，还是两分钟，嗯、两分多钟。这步棋想的有点久，想多久呀？吃马打一将，再象棋进五，打死车啊！红方又走啥了？鬼象吗？不是说象棋退九？哎，退九。现在退九能不能马三进一菜？那这回下三进五又有啥意思了？你就为了下个进五，下个进七，下个退九。我们绕一圈。你要下中下，有没有担心他马是进五还能上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越但是点太多了。你车进四，人家马五进四又跳上去，这马也挺难的。那你象也不能不跑吧？我打出去，炮三进三打了也很厉害，感觉走哪里都挺难下的。是，像我象棋退九的话，这阵型看着就有点奇怪。嗯。仍然艰难，嗯，只能是说这个后面这个读秒阶段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机会吧。形势确实是不是很乐观了。棋应该是红方比较被动，黑方这车进棋确实是一步好棋啊，但是啊。我们当时还是没注意到这步棋有这么严，你去看在吃中象比较猛。你去看什么啊，小助理？落回去。嗯，一直在抖嘞。啊，象棋进角。你这个了解怕是了解有点，了解的有点奇怪。象棋。唉。我要带回小许啊，胖胖，海王。连着比几天，13到15号。但是假如说如果有一位棋手就是连胜两个的话，就14号就完了，对吧？15号就不用比了。他们要连胜的话。他们要连胜了，对啊，15号还是要比啊，我们还可以再连。我们不是也上两个吗？这一场。但我们还可以叫你们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哦。如果当时你在深圳连胜了两盘的话，也可以继续下第三盘。哦，主场的话就是他们来了，我们可以一直拍。啊。哦。正常想法还是相机退伍退回去。
相亲退酒毕竟还是有点飘的，这棋看着就形势就不太乐观。相亲退伍的话，至少暂时看不出什么棋来了。你马士进我就车士进士，马我进士我就炮躲开，你将我就起将。哎，这个有没有那个？嗯。25回合内不变做横，红方要变招啊？有没有这个？现在才17回。对呀、啊，如果黑方带走车进士了、哦，应该没有吧？就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规定啊？在擂台赛的话，这个规则也没必要啊。嗯。合了就合了，合了加赛呗。嗯，对吧？有些赛事就是说，红方25回合内如果不变做和的话，必须要变招。这个比赛不知道有没有？可能黑方选择加几走几步，加一下时间。红方应该是想撤，这棋也没什么位置。看一下黑方会不会选择变吧。黑方其实多走了一步棋，这样抢了一步棋。红方应该是不会变。那你猜黑方会不会变？黑方变的话就进一。我觉得会变嘛，形势还是黑好，明显好。对。刚才不是2-7吗？现在怎么2-3了？回向的时候想了一下。哦，他现在退哪里还是想的挺久。嗯，这应该。啊、哦，裁判介入了。哎，可能是不是黑方要变招？应该。车要进士。车要进士是算吃嘛？裁下。但你像我进七是自己送上来的，应该不算。对呀、啊，我车要退四是个闲啊。嗯，不知道有没有那个25回合的规定啊？三分就三分，哦，时间加上的规定。看，裁判已经介入了，好像。这现在时间暂停了，然后应该是裁判在判决。我有经验一点的棋手，这种棋就是。产生一个棋力，然后裁判介入后，你就有时间去想这个棋。对，对，这也是一个比赛的一个经验。对对对。红像我进七是打象棋退伍，肯定算闲嘛。呵呵，你爸爸说的对。啊，开时间了。嗯，继续走吗？为红飞象为啥不吃马？最后解释一遍啊，就是车要停三，红方可以炮五进五，先打出来一将，然后你补士，我再象棋进五，你觉得车三进一这个点，车三进二都走不成，车三进二可以，我把你飞了嘛，红炮将，炮七平五啊，那车三进二，人家车四进四，你啊，先把车走开，就有打死车的棋，哎，他想的难道是红方要变吗？应该不会红方变吧？有那个25回合那红方要变到起吗？没有。那没有，那只能应该是没有。哦，那他怎么还犹豫一下？好吓人哦！我以为真要变吗？红方要变就很恐怖了，红方要变那一期啊。啊，只有上去退酒了呀。但那台赛有这个棋位，比较奇。双方的走法都是允许走法，就是说有个规则嘛。25回合内如果双方不变做和的话，红桥变招啊，红方要变，咋会红方要变？就有这个规定吗？就是看有没有这个规则在。你才算定这个规则，专业，非常专业。嗯，小帅哥是我们队的象甲主力队员许文章啊。
对。这个不是。哦，为什么要变？刚才解释了，就有一个25回合的奇规在这。巨蟹金四吧，巨蟹长上的，它是不是巨鳄金二的手段？对，巨鳄金二你这个，哎，巨鳄金二你咋办呢？哎，这个棋，啊，有点。就是。啊，哎，好吧，这看不懂，啊，这撅鸡了怎么办？我也没看明白。这局居然平把张马都马不掉了，嗯，马儿今又退去挤他，霍霍几次了。这个不用紧，马射进我也可以打死。那我们居然平把还可以跑我平了打你啊，他居次进去就为了跑我平了，对不起，准备了。就你G2G2，他就G3退一退一步。嗯，你G2平8，他有个炮五平二打你的时候，那感觉抓一步也不是坏事吧？你先点上去。你兵五进一的难的话，那我随便吃你了。对，兵五进一难打。你肯定得跑车，抢个先手应该是不错了的事。他可能是为了G2G5先看上去，看你这怎么动。如果你炮退一的话，我再G2退3。嗯。就你就没有破平二的手段了。现在要踩线了，对，现在要踩象，也很严好厉。像这部棋比较难。就是金二也不太好走不掉，就是金二他有个马三退四的棋，会不会就把中兵打掉？哎呦呦，慌哎呀，了！慌了。哎呀呀呀，只能死扛了。这是踩掉的话，炮退一。对，顶得住吗？不知道。嗯，那必须紧张了。这个时间，嗯，1对2啊。主要这棋不太好，这个棋红棋的话，非常艰难的意思。负720，有人说，啊，720。乌龟怎看这个读秒能不能顶住啊？看红方，哎，黑棋的这个攻杀力怎么样？其实就踩边线啊，你打我就进马一将呗，也挺亏的，进马将给你吃了，进马一将，我炮平六，炮平就主将进将了，你只能打掉吃掉，打中兵，看能不能浑水摸鱼。哦，打中兵也打不了，居然平八了，我们俩在也艰干难嘛？了。我们俩在学棋啊！我想再学习一下。哎呀，对啊，黑方把我们双杀了，已经，我们只能在下面学习一下。黑方难道还要三杀吗？才对上，这时间还是有1分多的。现在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这个读秒上了。感谢东山伟的荧光棒，这个动不了啊！顶住顶住，我要看快棋，顶住顶住，那不好顶的。老赵顶住我，炮退一就马一进三强算了。这炮军炮出就马一进三，炮平用人家主上进行拱那边，然后平车会不会？龟缩大法，嗯，
他就恐晕，嗯，那是比较艰难。哦，这两个窝心炮一放，人家37度炮豆苗子，好难动啊！这一次，金马一僵的话，人家军用初一，司令马，成绩会不会更好？这个胖丫头是谁？从兵的，对，无脑充足啊！黄蜂确实很危险。宗兵敢打吗？那我就拼了！哇，同这志个不敢们打呀，进入读秒阶段了，这兵也不敢打呀。兴奋起来！可以大胆预测一下，红方还有没有顶住翻盘的可能？炮出去打狙，金马一僵，出去填一处冲兵。哎，十吨啊，打兵完了呀，打兵人家打马，打马吃马，金马一僵也得子了，打马就完了呀，这次炮五进入炮三进入打马，你是的，军六凭借人家马一进三，上来上来人家用马三退五的手段。啊！对，打马这局完了，陈德拉还是很厉害的。我马三退五，你做了炮七平五，对，蹴鞠了。对，是吗？不是出局杀吗？嗯，你说只能吃马，人家中炮一将吃车了，就直接，哇，这完了。嗯，Oh my God！这。哇，下三进五，漏了呗，这不是？这是打人零四漏。但也不那好，也动不了，棋也是动不了。那还是金票马一将将踩踩中踩象一象将完呗，了呀。就刚才一个道理。对呀、啊，看他超时了，这超不了十 这超不了十了呀，这没，这至少掉车了。踩中象一将，很简单，也没什么难度这个棋。我们仨抱头痛哭死了，我们仨一起抱头我们痛的哭。失败联盟者又多了一位吗？啊，冲哎，兵，他没有踩，这不踩了吧？那也这在想啥吗？说实话，没看懂。没看到踩象呗。啊，不会吧？没事，都30秒了，啊，我都我只惊能。了。寄托于对方时间紧，没有走出最佳走法。是吧？棋也是输棋，踩到好像也输，白得一个呗，等于是。还想得车了呀？有没有怎样偷的手段？然后不值得去，还快杀死了他家。这棋能怎么偷一下？我看一下。出将，进一，那就马四进三跳上来。马四进三，军六好。进四，哦，军六进三，能不能偷一下？这第三，我跳离家。跳一将下去，被马将皮炮填住，然后你看不到杀。应该不太会。我们已经尴尬了一晚上了，不存在的。啊，今天晋升。老许呀，唉。太难了。进马一将下去，
其实它就不动，你也没办法，你动了还是下去。这棋我感觉还是有概念，还能苟吗？苟住！好奇平五，苟不了，好奇平五。你这三个人讲棋，都不要吧，就二屏幕顶住。不要吧，我们两个人承受就行了。是不是不该我们讲棋啊？有毒啊！不是。其实比刚才好了，刚才直接海中下棋要输了的，现在还能下一下，现在手上少个子，感觉就是该少一个，黑方还有公四，还有庚四啊，最后六个的将棋，回马一将呗，对，回马一将娘了，不能啥都看不到吧？那只能期待啥都看不到呀？这回马一将，这不能吧？回马一将，有人说程总怎么选你们俩憨憨来，憨憨带给你们快乐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没办法呀，这能偷一下不？这好像又能偷一下。不是，我感觉什么吧？苟住，苟住。主要没什么进攻点呀，这个棋，白扫一个。唉，这象也动不了啊。白扫一个，还扫下，人家还有过河卒，你的位置还挺还有卧槽马位，对，太难搞了。回马枪呀，然后金毛打炮呀。那跑挺很简单这个题，因为你就多子，你就换子就对了，跟着换子去。还有19秒，加15秒，这个我还是超时了。对，就对子就完了，子对完他就没了。哇，好惨哦！那平又把马断一下。那陈特大的这个开局准备的确实非常充分。啊，直接平在是中间了，就挨个吃就行了，这个吃。知秋好，知秋啊，我们要3连倒了呀，成都。要不再直播，我都不看了这个戏。这戏看得太伤心了。对。吴邪，赵匡胤，补一点血也不够呀，这棋呀，什么？他好猛啊！确实好猛。心态有问题，他确实上场前非常紧张，这是确实是。主要还是我们俩输了，然后给他压力比较大。嗯，谢谢知秋的魔法书安慰。对，因为我们俩连输2个，
对，先锋三杀，你们有幸见证这个先锋三杀。啊，投了吗？投了吗？摸棋子了。看来是投。啊。哦。这人陈特拉还是很厉害的。怎么这样？没有办法。这个棋的话，没有，明天应该没上。感觉这马六进四可能还是有点问题。你看这，你就应该马六进七。然后马斯托跳到这里来，还是太想赢了。是，嗯，感觉该早点出手。但陈特纳这个开局确实准备很充分。是。上次也是一步棋把我坐在那儿了。哦，平局是。对，这次马二进三。嗯。确实。陈希宁特大赢了，就是深圳跟成都的擂台赛呢。嗯，陈希宁特大就是三连胜，连下三城，赢了我、许文章、赵方伟。明天，然后我们队员上一个，他继续这个下。第四个谁上？能说吗？第四个，应该是他吧？不一定了。啊，今天来了，那明天吧，明天啊，对，八点钟开始，看看陈希宁特大能走多远。我上一次的时候就有人说一杆清。哦，他在想跑我平三的棋，跑我平三连着马六进八呗。对，人家就马六进八，那棋还是比较，主要这个马位不太好，这个马背在这里。嗯，太牛了，太牛了。这应该是蒋老师吧？蒋老师，心里是崩溃的。主要还弄个棋龟，还要变招。哦，他，哇、哦，还是啊，老王懂老赵啊，这象棋进九真的是老赵的想法。老王是不是走了？懒羊羊呢？还是老王懂老赵啊。这象棋进九确实是这想法呀、啊、他。我跟陈特那盘棋对开局确实没什么想，后面也是和棋了。后面你砍马呀。对呀、啊、砍马就和了，我吓懵了、哎。我一直看你砍马呀砍马、啊、砍炮啊砍炮啊。然后你快点砍炮呀、啊。然后你在下棋的时候我一直说快走啊快走啊，别超时了呀，随便走就赢了。嗯。我就下去看你他身体话你就。这个东西砍炮呀、啊。你那个棋我说怎么输给他吃的呀。我看你马都跳到这个位置来了，我就以为你准备砍炮了。我没看见。然后我就看你一直不砍了，炮都输在你嘴里了，哪里砍？好惨。嗯。一切的源头都是谁？不知道是我还是老史。他超时了，他车马兵对人家车兵，他本来是四下全的。送个四给他吃。啊，太扯。还是陈特厉害。真的啊，稳的苟得住，苟得住，能把你苟超死。明天我们谁上不一定啊，看教练安排。嗯，反正我们队员还剩下李仁、杨辉、孟晨这三位。对，教练热身。直接打到孟村。嗯，主帅是最后上的，是把六位队员全清了，然后到主帅。
主教练这真的是。蒋老师粉，全是蒋老师。今天晚上没有了，明天八点钟，明天八点钟，那么深圳队呢，还是陈曦明和他上场，我们队上场的队员待定，可能要排兵布阵一下了，苟不住了，三连倒了。什么梗？那个马辉成，你没看那个宝宝会吗？有一年石凤兰大师，什么？你没看啊？什么？就是他们在刷那个啊？孟特下不过石大师嘛。就宝宝杯有一年第一轮，对对，那知个道，就不太赢。对。感谢婉婉妈的能量石。这还有25步要变招的规定。这规定，中山不败不是盖的。哎，他们还在赛场吗？应该没了吧？看都没动。我没开直播，对，你可以开呀，不行，你粉丝众多，不太会弄。你就上去下下棋，聊聊天，摆摆龙门阵。拜拜，龙门阵。对呀，看海王说是你的粉丝，你让他别当你粉丝，带坏你。学习一下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蜀道难吗？不难呀，这一趟。一下子就倒下了。对呀，三连倒嘞。你们也是为了给后面队友连胜的机会，好借口。找借口。下完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我是不是可以撤了？9点半，我就是来蹭着蹭粉，给你以后直播打个预热。摸鱼，还划算。哎，这个棋还是太难受了，老赵肯定很郁闷嘛。明天对我们上的话就是后手了，换过来。陈特大先手，然后我们上的队员后手。这是深圳跟成都共同承办的一个赛事，你笑啥？陈特大太厉害，没办法。好强！我月底联赛还要可能要跟他下，要对广在哪东里？乐昌，广东还乐是在昌，乐昌？对，他们广东队是他跟王琳娜特级大师都很强，对哪个都不好强。你说这个棋什么开局嘛？先指入对主底炮，然后炮八平五，象七进五，马进七，他走的兵三进一。反着来的。就主，先人指路反中炮，然后黑方没有，应上该面不会，我觉得应该不会。我也不觉得。
我倒是来个飞刀，我一个月前被飞了，被刀了。我当时看你那鞋是有种类的呀。我没见过他泡着平移。哦，然后被他，对呀、啊，被他弄到了。对呀、啊哦，我就是本来摆了一个棋，然后被他反摆了。嗯。唉，那你不是正常下？我走了那么多盘都没有遇到过，还是在晚上还是走了些几盘棋，但那个棋也有风险。但我想风险有风险嘛，承担风险，就是他走了，我见都没有见过。对，本来后面又守住了。嗯。太难了，这盘意思我们峰峰在回忆自己的失败史嘛，节奏是。但是要是我下去那棋，我想也不想给他泡汤了，就不会输。唉。那我下你那个棋，我也不会敲十啊。唉。嗯。你们在这唉声叹气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太惨了。太惨了。哎，这是张玲姐的手吗？是不是可以撤了？啊？你是直接走吗？这直播？直播关了呗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就明天8点钟，下一轮。嗯，来，你预告一下。明天晚上8点钟，下一轮深圳的陈希宁陈特塔对我们的选手，现在看教练怎么安排吧，还不一定，就大家明天晚上8点钟准时来就行了。嗯，准时来看一下陈希宁特大会不会继续勇猛下去，还是说成都队可以下一城？我已经3连败了，挡住。能不能挡住陈特大？太狠了！陈特大太猛了！太猛了！啊，那我撤。那我们就先撤了。嗯，好。好，那明天你们三个。啊，明天。我们两个心态是比较好，因为赵胖伟刚刚输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调整过来。明天可能还是我俩。嗯，对，有可能心情会很糟糕。对，我们已经调过来了，我们过了一个月了嘛，已经。好，感谢王老妈的能量石。那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吧。对，嗯，明天再见，期待的，回去就不播了吧。好，那直播间朋友们拜拜啦。好，拜拜拜拜。86也可以过了。嗯。